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先看？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耀东好，余谦老师好，好高兴见到你啊！真系噶？系啊，我由细听到你大，差唔多年纪嘅啫，你唔好扮嘢喎。虽然我知道你而家都仲系学生，咁其实你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？大家好，我叫伍耀东，我系嚟自东莞嘅，依家39，系一个学生。嗱，你个样咁老实。我知道你以前就在銀行打工，是吧？是、好像我聽說你辭了銀行那份工之後走去 busking。 是啊，去拿著吉他 走去酒吧四圍唱、唱了四五年又認識了我老婆。沒錯，這個是重點來是啦 busking 去 bus 個老婆回來。我要給大力的掌聲阿嫂啊，去支持你參加這個比賽，以及支持你去讀回你喜歡的東西，是吧？其實是這樣，即是即是呢，你知道男人啊，最重要是不是賺錢養家嘛。但是在這幾年期間，我備考這個碩士的時候，我是沒有任何收入，我是靠我老婆去唱歌，她都去唱歌去賺錢，跟住還要供一筆貸款，我自己每個月頭她都很辛苦。我好多謝她。好，我知道評審都會祝福你嘅，聽聽評審嘅意見先。我覺得喜歡音樂有呢個熱情係好重要嘅，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要分清楚，乜嘢叫做夢想？夢想係可以做到幾多年？如果呢個世界上係要我改變一份工嘅話，唔再唱歌嘅話，我做唔到，我真係自己做唔到。你希望靠呢樣嘢嚟揾錢話嘅話咧，佢可能會變成你一生嘅噩夢。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选择呢，是只得一次机会的。这样东西留给你自己慢慢想，无论如何都好，你娶了一个好好的老婆。多谢多谢多谢毛敬老师。正是你的故事，人家已经很妒忌你了。人家找几十万去娶个老婆，都还要那层楼要写我的名字，那个车要写我的名字，我要几多彩礼，我有什么，我又不跟我奶奶住，又不知道什么。你个老婆贴埋嚟嫁你，你真系睇睇你个样，我真系谂唔到点解。你系评语啊？你真系有嘢，你系评语，你系评语。呢个就系叫做 Love is Blind。但系讲翻唱歌，我好中意你把声。
當你閉埋隻眼睇住你老婆對你嗰個奉獻嚟唱呢只歌，你會唱到鏡頭旁邊，我哋都會喊。多謝 Maria 老師。Clayton， 十個可能有九個人唱呢只歌咧，去到副歌就你是我的夜，就會咁樣噶啦。但係你係用翻你自己一個温軟、温柔、比較鬆容嘅方法去唱個副歌。你是我的夜，帶我閱讀浩瀚的書海。完全傳遞到你嘅感情，我係 feel 到。多謝多謝，張老師。阿 Ruth。啊！我係特登唔俾個眼燈你嘅，嗰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你把聲係好好。不過如果我再俾多個燈你咧，你就一定係覺得你自己係非常好啦。咁其實各位老師係講得非常之好嘅，咁你翻去慢慢諗下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一定聽翻錄音，跟住睇下有邊啲問題，繼續改進。多謝老師。